只要练球了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学妹，我在说你，快点！再一个，再一个，阿塞，再一个。那捡完球之后呢？很好，你今天的作业就是帮他们两个捡球，让我们好好练这个投篮就好，好吗？快去。OK， 好，教练，我会加油的。很好，很好。喝个水，喝个水，喝个水。阿三，你今天练到这边喽，你把教练讲的东西想一下。哎，你最近啊，就是有喜欢一个男生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。感情的事情我最拿手哦。追男生总共有三个要点，第一个要点，冲，抓准时机，把握方向，鼓起勇气冲就对了啦，冲。第二点就是味道，味道，适时展现自己的女人味，让她不知不觉中掉入你的陷阱，等到她发现的时候，已经无法自拔了。第三点就是找到你的共同兴趣，共同兴趣，没错，就是她做什么，你就跟着做什么。我知道量子纠缠，他喝水我就跟着他喝水，他玩灌篮高手我就跟他玩灌篮高手啊。量子纠缠太慢了啦，你要先让他对你有印象，之后你就可以无时无刻的盘踞在他的心上哦。教练，教练，最重要的还是要问问你自己，到底有没有真的那么喜欢他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会支持你的，好吗？加油，加油，学妹，加油！阿蔡妮妮，哎，教练，要不要我送你回去？哦，没关系，我们要吃东西。哦，好，那你们路上小心。好，明天见，教练。拜拜，明天见。教练，教练，我有话想要跟你说。我知道你不用讲。学妹又来了，八成又要告白，她不腻啊。先把口罩戴上。哦。今天这个学妹不一样哦，这个口罩选的有 sense。教练，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上车说吧。上车说。耶、yeah!。